真耶稣教会奉读圣经，以赛亚书第一章。当乌西亚、约坦、亚哈斯、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，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，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。天啊，要听；地啊，侧耳而听。因为耶和华说：我养育儿女，将他们养大，他们竟背逆我。牛认识主人，驴认识主人的槽，以色列却不认识，我的民却不留意。唉，犯罪的国民，担着罪孽的百姓，行恶的种类，败坏的儿女。他们离弃耶和华，藐视以色列的圣者，与他牲畜往后退步。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，还要受责打吗？你们已经满头疼痛，全心发昏，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，尽是伤口、青肿与新打的伤痕，都没有收口，没有缠裹，也没有用膏滋润。你们的地图已经荒凉，你们的诚意被火焚毁，你们的田地也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，既被外邦人倾覆，就成为荒凉。仅存锡安城，好像葡萄园的草棚、瓜田的茅屋，被围困的诚意。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，我们早已像索多玛、俄摩拉的样子了。你们这索多玛官长啊，要听耶和华的话；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，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。耶和华说：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？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，我已经够了。公牛的血、羊羔的血、公山羊的血，我都不喜悦。你们来朝见我，谁向你们讨这些，使你践踏我的愿语呢？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，香品是我所憎恶的，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。做罪孽又守筵宿会，我也不能容忍。你们的月朔和节期，我心里恨恶，我都以为麻烦，我担当便不耐烦。你们举手祷告，我必遮掩不看；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，我也不听。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。你们要洗濯自洁，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，要止住作恶，学习行善，寻求公平，解救受欺压的，给孤儿伸冤，为寡妇辩屈。耶和华说：你们来，我们彼此辩论。你们的罪虽像朱红，必变成雪白；虽红如丹颜，必白如羊毛。你们若甘心听从，必吃地上的美物；若不听从，反倒悖逆，必被刀剑吞灭。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。可叹，忠信的城变为妓女。从前充满了公平、公义居在其中，现今却有凶手居住。你的银子变为渣子，你的酒用水掺兑，你的官长居心悖逆，与盗贼作伴，各都喜爱贿赂，追求张私。他们不为孤儿伸冤，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们面前。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大能者说：我要向我的对头泄恨，向我的敌人报仇。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，炼尽你的渣滓，除尽你的杂质。我也必复还你的审判官，像起初一样；复还你的谋士，像起先一般。然后你必称为公义之城，忠信之义。锡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，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，但悖逆的和犯罪的必一同败亡。离弃耶和华的必至消灭，那等人必因你们所喜爱的橡树暴愧，
你们必因所选择的园子蒙羞，因为你们必如叶子枯干的橡树，好像无水浇灌的园子。有权势的必如麻瓤，他的工作好像火星，都要一同焚毁，无人扑灭。